它不会自动弹开这样。要自动弹开就要买摩托罗拉。你要开到某一个地方，它自己弹开。它的特色是这样子啊。你可以这样用。摩托罗拉可以自己弹开。对啊，它好像到最后一段，它会自己这样弹开这样。啊，这个不会啊，这个你要自己推。但你就可以这样子，分一点点。那现在就是变成，就是不会有完全没有风。那这个还是，现在是汉堡，因为它中间那个轴承弄不一样。那这个呢？这个也算是没有风吗？对啊，它新一代的没有啊，以前是这里会有一个大风，它不是平的，神奇。然后呢？他为什么不能画？哦，可以。一起拿表，十七码。神奇。